人生好像是有的人在岔路口与你重逢，有的人却在路上与你渐行渐远。生活顺意时，我总是踌躇满志，觉得自己离想象中的美好未来越来越近，但每到不如意时，我又总会开始陷入无止境的精神内耗和自我怀疑。下半年回国前后，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我想先从香格里拉开始聊一聊这下半年发生的故事，也聊一聊为什么我决定暂时放弃旅拍。所以这次来香格里拉主要是来找一个我好久没有见的朋友，是我以前在阿德莱德的一个朋友。这一次刚好有一个机会，他正在香格里拉做一个自己的红酒品牌，然后我正好可以来这里见证他红酒品牌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拜拜拜拜。把东西先放，把东西放后面。好，差不多啊，早上出发摘葡萄，稍微有点出师不利。刚刚到酒厂的时候太爆了，换了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然后现在准备出发。哎呀，有一点出师不利呀、啊。对呀。走。走。你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实在是太冒险了。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因为热。现在到了这个梅里什这边，准备开始采葡萄。就我这样一整串剪下来，然后把烂果剪掉就行了。对，有个烂果把它剪掉就行。可以，剪这个。可以吗？这样可以，美妆博主对焦。这样子。葡萄采摘结束后，我们回到车间，请了当地藏族村民一起把一串串的葡萄摘下来，剔除根茎，留下粒粒分明的葡萄，再由我们自己进行进一步的筛选，把那些烂果和不太好的果子给筛选出来。如果这些烂果放进去会怎么样？烂果放进去影响味道呀。就烂味。筛选完毕后，就准备开始进入漫长的酿造过程。我们当天呢，先是进行了榨汁、装桶和清洗。那天结束之后，我们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拍一下疲惫的面孔。疲惫的面孔，要吃一个鳕鱼威奇。美妆博主手势，来一个。看不少嘛。居然还看美妆博主，嗯，不然怎么帮你买化妆品？我可没收到过。已经很难在表情管理了，也没有表情，没有表情，拜拜。哎呀，怎么报复爸爸吗？好累。疲惫的面庞。当然，酿造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很多细致繁琐的步骤，像是浸皮、压帽、导管，这些我都不太知道，
但是我看他们每天都在做着的事情，每天测量密度和糖分，甚至还有很多我不曾注意到的细节。这让我感觉到隐藏在葡萄酒复杂而多样的风味背后，那些酿酒人们的匠人精神。酿造结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车间昏暗的灯光下随性起舞。对于我们而言，这瓶葡萄酒将因为这段共同的回忆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别风味。这两天葡萄的采收啊，各种东西终于稍微忙完了，然后告一段落，偷闲一下，然后来到这个户外小草坪有小溪流这个地方烧烤了一下。他们在那边忙，我准备去帮忙。哦对了，烧烤那天我们还带上了我们自己酿的葡萄酒，有桃红和赤霞珠。虽然只是发酵了一半的半成品，但它真的很好喝。All I know is we could go anywhere, we could do anything, go whatever the mood we're in. Yeah, all I know is getting lost late at night under stars, finding love standing right where we are. 烧烤结束后，我们准备了白色的 T 恤，准备一起在梅里雪山脚下创作出这次酿造季属于我们自己的图案和回忆。哇塞！刘总监的艺术创作开始，高级，高级，仿佛回到了巴黎的街头。对，炫哥今天洗了头，不然这个可以戴在头上。刘总监今晚洗头吗？来。你前面那一撮，再配上一个，巴黎世家新款，新款编织袋，来，那个音乐放起来，好吗？好，3、2、1 ，Action！喂喂，哎，不，我哎，你这个没信号哎，删了，来，然后把它搞下来，什么鬼啊？现场被人砸，背面好玩了啊，日照金山，虽然可能看不到日照金山，画一下可以。现在是国庆的第一天，我在这个明永冰川的脚下尝试能不能看到日照金山。哇，那里日应该可以照到那个金山上，不知道它能不能散开快点。云一怎么散开，差不多可以放弃了。反正总之这次来香格里拉除了面见朋友以外，还有两件我自己一直以来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来一次高原的徒步，在梅里雪山的脚下，第二就是日照金山。据说能看到日照金山的人能够幸福美满一辈子，那我也不要求那么多，我就是希望我这两年接下来顺利吧，今年接下来顺利吧，本命年的厄运别再来了，别再给我搞那些奇奇怪怪难受的东西了，希望能追到日照金山，能够顺顺利利。准备进雨崩。
到愚公上村了，然后非常明智，还好没有带行李箱。看一下为什么完全不推荐行李箱。后面是我们的下车点，然后这里就是等我要走的路。一堆这种土坡，其实在网上看过很多攻略，看到雨崩，然后就说最近变得商业化了怎么样，但是在自己亲自来到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还是会觉得真的好美啊。哇，吃完早饭，然后现在准备出发冰湖。我已经全副武装准备就绪，希望今天一趟走完以后还能保持这样的笑脸。这时候应该说记住现在这个笑脸，等会可能晚上回来就不是这样了。刚刚日出没多久出发，今天天气真好，不过应该还是要踩屎的，所以准备了鞋套。我靠，已经开始了，这什么路啊，天哪，还好有个鞋套。刚从那下面一路爬坡上来，全是这种泥地，你知道我很想找个三脚架架着，然后拍个那种摆拍自己走动的那种逼肉，但是这个地没有地方可以架，继续走吧，坚持就是胜利。你知道吗，在这个路它没有指示牌，它也没有告诉你哪一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痕迹来判断，第一个就是那些标语牌子，第二个就是到中间的一个休息站，离冰湖还有3.多公里，我们花了大概2个小时，喝个水，准备出发。到孝农垭口了，后面就是垭口，然后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看一下时间几点，11:57，12点前到了垭口。今天应该能在天黑之前回去。我准备了一罐可乐，准备到冰湖的时候再喝。其实本来想弄手冲咖啡，但是觉得还是可乐实在一点，简单一点，舒服一点。刚想帅气的录一段 A 肉，结果算了，还好没什么事情。到了这个孝农牧场，过了这个孝农牧场，这个地方，等我下去就是冰湖，得再爬一个坡，爬到海拔大概3800，差不多出发，看看补给一下。可乐一定要留到后面再喝。有那么一点走不动的感觉，但是有信仰，冲，继续，快到了，还有多远呢？快到了，快到了，你还背着相机哦，你真的有，有，一路拍过来，是有点勇哎，380，加油，加油，注意安全，哎，哇，你这个厉害嘛你，兄弟，我们一起上山，最后百米冲刺。绝望之坡到了，终于。
高原的气压高还会冒泡，太爽了。再见了冰壶，我的登山杖忘记拿了，没有那个东西我很难回去拍照，拍太兴奋忘记了。哦，这次找到了，哇哇，走了走了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由于距离天黑只剩下4个小时，我必须要马上启程回雨崩，不然摸黑走早上那段泥路真的会非常的困难。回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群驴友，他们看我一个人走，然后就邀请我一起下山。最后呢，终于是赶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山脚。6:20，我们成功下来了。我以为要7点才能回到，结果比我想象的快很多。哇，多亏了这帮人，不然我这个穿的鞋套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走路，一直在滑。今天爽，没有什么遗憾。走完冰湖，我觉得早上说不知道走完还能不能看到这个效果。我感觉今天太舒服了，主要太顺了，虽然累但是没有下雨，哇，觉得很舒服。现在不到7点，天还没有暗，天边还在。这个时候我们回村了。好了，我到了。好的，好，拜拜，拜拜，拜拜，太感谢你们了，今天。好，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开箱一下我的鞋套子。哇，这个鞋套的旁边、前面都裂开了。看看这个鞋怎么样？鞋子倒是没啥大问题，牛逼。今天天气是最好的一天了，山腰啊、山顶啊，一点云都没有，非常适合一个完美的日照顶山。等了3天，终于来了。设机位竟然是在厕所里。